最后一位，二十一号，阎婆先先走进殿堂。吓死！好，阎婆先先走，马莲阿法蒂娜代表立言，卯氏文创园区。好，阎婆先使用时间40秒，其一，他在前第二道就有吊杆哈，就吊扣10分了哈。好，我们110公分级的比赛啊，到这里全部结束。